来来来，来来，使点劲，使点劲。李队长，李队长，彩虹。哎。来。这么多啊。啊。哇，今天中午炖鱼啊。赶紧干活去。走吧，来来来，接过去。哎呦，这么多菜呀！这样中午大伙可以有的吃了。对，鱼、肉，哎，彩虹，嗯，这怎么每回单子上只有鱼和肉的价钱？这青菜价钱怎么没有啊？哦，这菜是我家大棚里自己种的，我妈我爸说不算钱。那可不行啊，那我们该给钱得给钱啊。你看你们这些城里人啊，老瞧不起我们乡下人，这点青菜算啥呀，又不值几个钱。彩虹啊，你们家对我们也太好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们来村里给我们打井多不容易啊，我们也做不了啥，送点青菜不算啥。队长，你生病了啊？啊，都是给队员准备的。这是你看的书啊？没事就瞎翻翻呗。你还挺爱学习的。笑真好看，你可别夸我，你夸得我都以后不敢来了。那有什么不敢来的呀？你们是城里人，我们是乡下人。现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不都一样吗？有多少的乡下人不都变成城里人了？再说了，我常年在外面打井。乡下人都一样。你真的那么能瞧得起我们乡下人啊？为啥呀？我们这有人想你呗。你别瞎扯了，我才不信呢。不信啊？真有人想你？谁想我了？是这帐篷想我了，还是外面那口井想我了？都不是，是人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说话也不方便，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找你。那我先走了。能把那本书借给我？慢走啊！再见，队长，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彩虹姑娘了？别说，快干活干活，起来喽，干活。彩霞，干嘛去啊？我上城里去拉点饲料去。哎，我也进城。挺巧的。真巧。这高中毕业一年多，没怎么见过你呢。我今天在我们家饭店忙呢。啊，是，看你都吃胖了。谁吃胖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变漂亮了吧？还那样吧，还上学那样。我看你现在，我是又脏又傻的。这话你自己说的。哎，你上城里干嘛去啊？买书去。买什么书啊？烹饪书。烹饪书？不是，你当厨师了？不像。那哪天我得上你家。尝尝你炒的菜去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喜欢吃什么呀？我爱吃那个巴斯地瓜。那菜还不会做呢。我那说好了，那你要会做了，一定得让我请你家吃啊。行，没问题。乖乖，他们俩怎么弄在一块儿去？哎，嫂子，我回来了啊！哎，进屋说去呗。来，就几句话。你怎么跟做贼似的呢？神经兮兮的。说啊，忙着呢哈。有啥事儿你说吧。你知不知道咱家彩霞什么时候跟国际工的儿子双全好上了？哪有这事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俩，哎，那个彩虹啊，你知道双全和彩霞好上了吗？双全和彩霞啊。不能吧？你看，那个彩虹都不知道。哎呀，肯定没有这事儿。真有这事儿，他不跟咱俩说，也不能瞒他姐呀。你这妈当的，连自己的闺女跟谁好上的你都不知道啊？还得我来告诉你，你可真行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亲眼看见的还能有假呀？是吗？不，你笨想想啊。你说这要不是事先约好的？啊，两个人能那么巧，哎，就碰上了吗？还有说有笑的上镇上去了，是啊。那镇上我平时也没少去，这样的好事我怎么一次没碰上呢？嗯，叔，我以为啥事儿呢？那碰上了也很正常啊，是吧，二姨？对呀。哎呀，你想的不一定对。哎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彩霞回来，完了我问问他，他瞒别人他也不能瞒我呀。哎，对。行，等他回来你们问吧。你别说，真要有那事儿，也挺好。哎，那个彩虹啊，哎，你说，双全那孩子是不是也挺好的？是挺好的。哎，妈，你等会儿，哎，我来，我帮你。我也没说双全不好啊。那你担心什么呀？我是看不上他那个爸。你说整天不务正业啊，脏了吧唧的，到处混吃混喝。你说彩霞将来嫁到他家去，
那还有个好啊，那日子还能过吗？你说个八字没一撇的事，你瞎得个什么呀你？一会儿彩霞回来一问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呀、啊，该干嘛干嘛去啊。行啊，就为这点事儿，你就特意跑一趟。啊，你说你放了地里活不干，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说啊，行，我这正忙着呢，你呀、啊、该干嘛干嘛去。你说这一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勺的，你一会儿客人就上来了，我们还得备菜呢，你净是瞎操心。你快忙吧，你可忙了，大忙人啊。服你了，一天到晚说你什么好呢？走啊，说好的。他净搁这瞎操心。行了啊，家家都一个样。快走吧，弄鱼了。服务员，把那韭菜给拿过来。以后啊，你当着服务员的面跟我说话措辞，你就尽量注点意啊，影响我形象的话你尽量别说。在咱们这个店，来，老板。我大小也是个老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真惹我生气，别说哪天我给你下不来台。秋豪，还来脾气了，看来我还没治好你，你等着你吧。啊，刘金雄，去，大兄弟啊！哎呀，大兄弟啊，咋了这是？哟，这脸色那不好看，看，你哥来了也不吭个气儿。啊，找谁？找我呀？什么事？说。看看，你几个兄弟说话就是干脆，一猜就知道我有事儿。哎呀，你哥呀，今天还真有事儿求你。我一不是村支书，二不是村主任，我能帮你什么事儿？看看，你这话说的，一个村谁用不着谁呀？哎呀，你不是村主任，也不是村支书。你是村委委员是吧？啊，你呀就不用绕弯子了，什么话直说啊。好，行，那我就说啊，那个还是我那赔偿的事儿呗。哎，我自己来。你看哈、啊，这五合呢，他让我提个数，那我就提了，可他看也没咋看，他就嫌提多了，是吧？我好说歹说，他才答应村委会的研究。我这一琢磨，他村委会研究到了这一步了，那不有好多事儿他都好说了，啊！你们村委会就你这几个人，每个人的意见都挺重要，那这事儿也不能光祝贺一个人说了算，是吧？啊，这时候想起我来了。你看，我不想你，我想谁啊？我想朱六合，那是朱五合的堂弟，那我敢找他。闹不好闹个串通村委委员的名义，那不事儿都全砸了。哎呀，我就琢磨来琢磨去啊，我就想到大兄弟你了，你能帮哥这个忙。村委会上给哥说两句。你让我帮你办事儿，你可没请我喝酒啊。咱这么着啊，你上次答应我那个酒，我就不喝了，是吧？咱俩两顶，都合适，是吧？都合适。我就不如你聪明。你看你。吃糖葫芦去了。田菊这闺女啊，真好。昨晚临睡以前，她给我打了洗脚水。还给我洗了脚，一点都不嫌乎我这上了岁数的老婆子。哎呀，人呐，就得认命。我这一辈子就没这个好命。要是能摊上像田菊这么好的媳妇儿啊，我死了都闭眼了。过几天顺水回来。要真是跟五二秀啊离了，再找我可得让顺水睁着眼睛好好找找，不能再找二秀那样的。那田菊，你说好不好？真好啊！
可是我们顺水配不上他。我们家顺水前后找了两房媳妇儿，还带着个孩子。那像田菊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哎，天下好人多了，哪能都想玩秀才？是啊，就那么一个，偏让我们给摊上了。奶奶，哎，糖葫芦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哎，好。奶奶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来，你吃。嗯，来，你再吃。什么？你让村里赔你十二万，啊，这还多？我没说几十万，你看你这个样，就好像我讹村里似的。咱村里那个砖窑不是一年几百万的进项，我这点事儿，那还算事儿？村里那个砖窑，一年几百万的进账不假，是啊。可是村里拿这笔钱，加强基础建设的，你向村里要这么多钱？我看行不通。你哥我舍皮赖脸的我来求你，你不但不帮忙还给我上课啊。对了，上次在村头上不是你给我说的问村委会多要点钱啊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这话了？我让你向村委会多要钱了？你亲口给我说的。你这哎伙计，我是让你要一万了还是要三万了还是要五万了？我跟你说，伙计公啊，你可不要陷害我啊！好，刘泥鳅啊，我算认同你是不认账了是吧？我没说啊。走，我不求你，你呀、啊，比朱武和还朱武和呢！真是，咱不求你了，求不着。走啊，不送。刘泥鳅，你给朱武和说哈，深井工程队在我家打不成井，那就别怪我。你把井架砸了，我算你能耐。小霞。哎，双全哥，饲料买完了。买完了，车里装着呢。哦。你挑着了吗？这烹饪知识的书啊太多了，不过我觉得有用的我还是多挑几本。行，你挑着、我也看看买几本。双全哥买什么书啊？我买小说。你还看小说？还挺浪漫的。我看现实主义小说。小说不在这儿。别走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又有什么指示啊？姐姐，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像走火入魔似的。自从见了那个朱新亮呀，用摩托车驮着楠楠回来，他就茶不思饭不想，连做饭都没心思。这不又闯了两个菜到镇子上去了啊？他老是这样，那怎么行啊？你不是有能耐吗？这事儿你跟我说啥？对我都能一次次训斥，那你还管不了你儿子？回来，再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别把我的话不当话啊。喜子哪天要是为这事儿受刺激了，神经不正常了，我就拿你试问。拿谁试问？你啊。这不明摆着吗？咱家你是一把手，一会儿指挥扒葱，一会儿指挥扒蒜的。我也想好了，我呀
就是磨得上的驴，听喝。放在这儿吧，放在这儿。现在啊，有外人在啊，我给你留点面子，你破草好晒晒。到没人的时候，你等着啊。没人的时候，你能把我怎么的？没人的时候，你回来。把那个盘子给我刷了。歇会儿再干，事儿不沉，这都一头汗了。我啊，别拿衣服擦呀。我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没事儿。脏了。脏了我再洗呗。我自己来啊。香味儿，啥香味儿？围巾上的味儿。好了，就是你围巾的味儿，挺香的。那你再拿这擦擦。去洋洋那儿啊？他不是去洋洋那儿，他看上咱们村唱民歌那男的了。男的？那男的不是跟新亮去江苏了吗？要不说当事者迷呢。哎，你说新亮和男的他俩能成吗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听人说你爸给你介绍对象了？别说呀。见没见呀？没有。你瓜子吗你？净没事瞎当功夫。大花生，送啊？那怎么了？不能送啊？不是，你今天就别去了啊？那我送饭还送错了？这朱新亮和楠楠关系不还没确定吗？那我就得往上冲。只要我和楠楠还有一线希望，这饭啊，我就得一直送，送到楠楠妈管我叫姑爷为止。不是，
你今天就别去了，人家楠楠不在家，就他妈一个人在家呢。那楠楠呢？人家去江苏进服装去了。机会啊，就他妈一个人是不是？啊？啊？那我更得送啊，这给我一个多大的表现机会啊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快去吧快去吧。那行，那摩托我放这儿了啊。啊，那我去了。去吧去吧。大姨，呀，忙着呢。喜子，哎，你手艺不错啊，我吃着你饭菜了，好吃。大姨，有您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哎。今儿我去洋洋那办点事儿，嗯，这不顺便又给您带了俩菜，你看。喜子啊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可我吃饭简单，没那么复杂。你看，还是拿回去吧。啊，阿姨，拿回去。您是没跟我喜子处长了，我这人实在啊，您还跟我客气上了。不是客气，你说我们家楠楠就去你们家演过一次小节目，那也算不上什么呀，你们还老往这儿送，这人情太重了，不行，拿回去吧啊，喜子。大姨，那不是您说喜欢吃我的菜吗？往后啊，咱还是老规矩，您给洋洋说一声，洋洋给我打个电话啊，我在饭店给您现做，然后骑着摩托车送来，指定凉不了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喜子，你听我说，听话，这个你拿回去，啊，以后也不许往这儿送了。拿，不是大姨，拿回去。大姨，你看我饭菜都拿来了，你不能让我往回拿呀。那您要真不爱吃，那您扔了，那反正我也不能往回拿呀。你看，我走了。喜子，阿姨，听我说。哟，洋洋也在呀。啊，你看我哥大老远都给送过来了，您就吃了吧。这楠楠不在家，您一个人不省得做饭了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洋洋，你拿去吃吧啊！我那什么都有，楠楠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好对付啊。哟，来电话了。我说你懂不懂事儿啊？啊，你接过来干啥呀？那人家不要，你非得给人家，你有病啊？你才有病呢！我说你想吃，我给你做行不行啊？你别晃我事儿啊！哥呀，你还不明白呀？那人家阿姨把这饭菜给你退回来，那是为啥？你不知道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明天你可不能再送了啊！啥事儿都指不上你。哎，妹子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没事，晚上你到这儿转一转，打听打听情况，给哥说说好话，啊？哎，明天我还来不来送？晚上我懂你信儿。行了，那这怎么办？我就吃了呗，省我晚上做饭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不对劲啊，对门家的彩虹这两天老借由子往打井队跑，这里肯定有点事儿。什么事我知道，他们家就是给打井队送点菜，再买点鱼肉什么的。不完全是，打井队不有个李水泉吗？那小伙子人挺好，这彩虹啊，八成是对李水泉有点意思。别胡扯。他们家就是送点菜，那就是对李水泉有意思了啊！李水泉人家是县水利局的干部，怎么能看上一个乡下丫头？别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有些事情，你看着不可能，可是到最后，不可能
基本都变可能了。所以咱不能看着彩虹就这么追李水泉，咱们坐视不管。那两个人搞对象掺和什么呀？什么叫掺和呀？这跟咱家有关系吗？咱们家不是和洋洋的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是想把咱们家洋洋介绍给李水泉啊？正有此意。我跟你说啊，喜子跟楠楠的事基本就算泡汤了。这没外人说啊，咱家喜子比不上人家朱新亮，可是洋洋要跟彩虹争李水泉，那他彩虹就不是咱洋洋对手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家洋洋在镇上那也开了个美容美发店，那也是个小老板，事业比他彩虹强。所以趁着彩虹和李水泉的事儿还在初级阶段，咱们该下手就下手啊。你别说啊，李水泉那个小孩我见过，小伙子长得可帅了。那是他要是跟咱们洋洋能成，他们两个还真是般配。要不你找人给他们提提啊。本来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谁啊？啊，五二秀。你怎么又提五二秀啊？可是我不能去找他，他这两天正在非常时期，家里因为打架正烦心呢，你找他他也不能给去。哎呀，只有去找活计工。那活计工来了我看你也没理他呀。你哼，你懂什么呀？这叫三十六计里面其中一计，欲擒故纵。正因为他求我，我没给他办，我再去求他，他肯定积极。哎呀，那机会不是来了吗？啊，赶紧的去找他。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啊，喜子哥，你站着！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的，有事儿没事儿的就不能跟你唠两句了？有什么事快说，我正忙着呢。下车。哎呀，你下来呀。来，好好好。来，这儿把瓜子吃。什么事儿啊？来，再来把花生。行吧。没呢，来。吃。掉了。哎呀，这小车一天骑得悠悠的。哎，你那饭菜给楠楠妈送去了吗？啊，楠楠妈喜欢吃你做的饭吧？别说没用的，有啥事你快说吧。喜子，哎，我可看见这个楠楠姐跟新亮哥一块去江苏了，那俩人有说有笑的，亲亲密密的，关系可不一般。你说这楠楠姐啊，人长得又漂亮，这民歌唱得又好听，那新亮哥更不用说了，又帅又能干。哎，你说他俩要真好上，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。哈，花样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这朱新亮和楠楠也就刚认识，一般关系，关系没那么深。你说的。喜子，哎呀，我看你这人呀挺老实挺实在的，在这个事儿上啊可不是我给你打破头心儿。我看你呀跟那男的没戏，那既然没戏你就别整天追着男的姐屁股后边转了，送那么多饭菜也是白送。谁送我？哎，你看见没有啊，有时候啊那个苍蝇啊飞进一个玻璃瓶里头，觉得呀四面都光明锃亮的。哎，可是出路呢却这么小。喜子，
咱可千万不能当那只飞进玻璃瓶里的苍蝇啊。什么苍蝇苍蝇，你才苍蝇呢，怎么说话呢？哎，胖丫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跟你没啥关系，你跟这儿瞎嗡嗡什么呀？啊，这朱新亮给你什么好啊？你这么冲他说话呀？我这不也为你好吗？我把你当朋友吗？什么朋友？行行行，你要不听我的，你就追去吧。费了不少劲儿不说，到最后啊，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这瞎扯什么呀？真是，卖你瓜子儿吧你。喜子哥，你家那个饭店要不要驼虎的鱼呀？啊，你要跟我说一声，我给你留几条，大个儿。驼虎的鱼啊？啊，要啊。可我就不买你的鱼，你爱卖给谁卖给谁去啊。就你刘启的那小样儿，压根儿就不是我新亮哥的对手。忙着呢，嗯。妈，给两百来，说钱。哎，一共130，来找您70，哎，70，走好啊，慢走啊，常来啊。你跟妈说说，你跟双全怎么回事？你俩是不是好上了？哎，这事妈都不知道啊。什么怎么回事？我们俩路上碰上的。我们俩以前同学，您不知道。我没问以前，我问现在。现在也是同学呀。哦，学。哎，你别说，双全这孩子还真不错，就是他爸那人不怎么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爸可说了，你要这么双全好，他心里不得劲儿。他嫌我回去工不会过日子。再说了，他家经济状况也不算太好。嗯，妈。你和我爸俩人现在想这事儿是不是早点儿？早什么早啊，闺女啊，男婚女嫁的事儿可大事儿啊！你要真跟双全好，你千万千万告诉妈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你千万千万不能瞒我，你知道不？啊，去吧。小红，哎。我这赶紧得给你哥去买网箱和船呢，要不他一回来，我们就得赶紧下网箱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外面该忙啥你就忙你的去，你甭管饭店里的事儿，这不有5、21彩霞我们都在呢吗？你就甭操心了啊。你看你这驼虎鱼餐把咱家整得多火呀，以后搞下去肯定没错。太好了，妈，那谁彩霞回来了，我过去看一眼。哎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彩霞，哎，姐，你回来了啊。哎，书呢？里边，你先看着啊。好嘞，好嘞。鱼来了，您几位那菜等一会儿啊。来，您尝尝这鱼怎么样？你们家饭店开这么长间，这驼湖的鱼做的是越来越好。这个菜呀、啊，都能成为你家招牌菜了。您要喜欢吃鱼这菜啊，就天天来。我们家天天有鱼这道菜，而且肯定一天比天做的好吃。行行行，来给您几位买上。哎，胖头，哎，走，对啊，跟爹回家，换上新衣服，到后村相亲去。我不去，我这忙着呢嘛。嗨，你再忙，你这也是小事，相亲是大事啊。走，跟爹回家。你爹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啥呀你？你相亲还能不去？你走啊，别别踹我干啥呀？你说我说我不去，我就不去呢。不行，那今天可不能听你，来听我的去。哎呀，快点坐这儿，把衣服换了。哎，来，把这个脱下来，脱下来。哎呀，爹，我脱下，我一会儿来干活呢。你看你，我还干活呢。你看，我都答应人家了。人家女方在那等着呢，你说你要不去，那不等于打我的脸啊？谁叫你答应人家了？要去你去。你看你这不是说混话？你相亲你不去，
啊，我去，这消的啥钱？谁叫你没问我，你就答应人家？你看我已经答应人家，你就去趟呗。你后村也不远，啊，行行行，好也罢，赖也罢，咱去看一看啊。不行就算啊，停别了，来，哎呀，爹，我不换，停别，我不换，我说不去就肯定不去。你不去你啊？不去。我让你耍贱，哎，我让你耍贱，爹，你耍贱。你看你啥呢？你老贱种，我让你耍贱！你坐坐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翅膀硬了是吧？可能的，你现在你爹，那我不去也有我的原因呢。你啥原因？你说。就凭你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自己就不能找一个？你自个处对象了？啊，刚有点眉目。哎，爹咋不知道？啥时候的事儿？哎，谁呀？哪个村的？你看那个念念，给爹说，谁呀？彩霞，六合家那个彩霞。嗯。哎呦，那感情好，彩霞那是个好闺女啊！啊，哎，你真给她谈上了？啊，哎爹啊，那我跟她真处上了，我是不是不用上后村相亲去了？那还去干啥？那谁能有彩霞好？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那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哎呀，我儿子，行啊，背着你爹。哎，你给我整出这么个大事来哈！哥，咱干好去。哎，爹爹爹，你坐着坐，你这歇着吧啊！一会儿你自己上后村。你狗小子，你！心窝，热了天地，暖了心窝。